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依恋。今天呢，想给大家录一个好玩的主题，就是之前有在 ins 上面问大家想不想看沉浸式化妆，然后很多宝宝都说想看。然后呢，今天给大家录一个沉浸式化妆，就是全程都不能说话。对于我来说，录的就是真正的 focus on 这个化妆，就没有怎么聊天，就完全不说话的一个 mute 模式。如果大家感兴趣今天的影片的话，我们就接下去往下看吧。化妆刚刚醒，这应该是我这个视频里为数不多的说话时间。好，把头发卡一下。我戴的是新黛露的这个 DIY 的这个刘海夹。好了，我不能说话了。卡上之后我就不说话了，我就开始 mute 模式。
Hello， 大家，给大家录个 ending。刚才呢，就是我沉浸式化妆的一个步骤吧。然后刚刚一直没说话，憋得慌。然后希望大家喜欢看刚刚那个沉浸式化妆啊，因为我一直很想给大家录一套这个香奈儿他们家的这个彩妆，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彩妆。然后终于录了一套，然后也算是给我自己留个纪念了。然后今天这个妆容呢，我来说一下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干净且减龄的妆容。然后全套的产品呢，就是我刚刚用的那些产品，然后大家可以到时候喜欢的话可以去购买。我觉得很好用的啦，就是这个香奈儿他们家，这个应该很多人用过。香奈儿他们家这个 Warm 的这个眼影盘，这种减龄的蜜桃妆容呢，我觉得这个眼影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这个眼影我真的是超级喜欢，它就是一颗非常非常减龄的颜色。然后同样呢，我们的这个口红也是很重要的，刚才我打开的时候一把刷子掉了，来找一找，掉我袖子里了，不知道掉，哦，真的掉我袖子里了，掉了一个刷子。好，就这一个是减龄的关键。如果你最近在想买哪个眼影盘，我觉得去买它吧，真的超级好看。还有一个呢，是香奈儿他们家这个口红191，这个颜色超级好看，它就是嘴巴上这一个非常清新且自然的一个豆沙草莓红色，超好看，191，然后也是他们家爆款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粉底液，这个我用了很多次，之前大概19年用了三年了吧，19年的时候给大家出个实测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，它真的是无瑕，反正所有的东西我都很喜欢了。所以说呢，用这些化妆品呢打造了一个我最近每天都会画的一个妆容，又简单，然后用的工具又不多，然后又很好看的一个妆容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视频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